的朋友们，待会剪完彩呢，会有很多时间给你们联访。OK， 谢谢。先让我们的剪彩仪式开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位呢，是我们才艺美子哦，全院的我们的院长 Marco， 一起到我们台上来为我们做一个剪彩的仪式。哇，好帅哥、哦、！OK， 掌声有请。好，哦，让我们呢，哦，现在呢，用我们象征喜气的大红缎带哦，以及呢，象征我们业绩长虹的我们的红剪刀哦，我们的红大红剪刀呢，一起呢来做一个剪彩的仪式。好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哦，象征我们喜气的大红缎带呢，交给我们台上的贵宾。OK， 好，交给我们台上的贵宾，以及象征我们业绩长虹的大红剪刀的，有没有看到很 bling bling 的大红剪刀？哇、哦，还特地撒花瓣。OK， 好，我们交给我们台上的贵宾哦，台上的贵宾，好。那等一下呢，是不是请我们现场的来宾跟朋友们呢，来跟我一起喊三二一，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剪彩仪式呢，来做一个倒数，好吗？哦，请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好了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一起喊三、二、一，哦，请大力的把它剪下去。OK， 请现场的来宾呢，给予我们一个最热情的掌声，恭喜哦，恭喜恭喜。OK， 好，哦，非常的大声。OK， 好，恭喜恭喜，好，谢谢我们台上的贵宾哦，谢谢我们台上的贵宾。